婆婆妈妈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享受免费的马杀鸡，而一边的同学手里是拿着细线进行传统碗面。令人惊艳的是，现场还有多位男同学一起服务，而他们碗面的技巧可是一点都不输给女生。都一样是人嘛，啊，都学的都是一样的，那个资质也就是，对啊，就是学习问题啊，看你学多少，他的就多少。对，就表现一下，看一下自己的成果，对，然后展现给社会，对，为社会服务。啊，多咧咧，这手指底有白刀吼，啊，有较好啦，嘿，有啦，嘿，较快活啦。在地方的学生啊，校长啊，咧真认真、真用心做好的，系啊，足甘心的，嘿，足甘心、足温馨的。阿姨、小姐、美女们，赶快来玩脸啦！车子停那边啦。感恩天下妈妈的辛劳，巨翁高中碗面社在母亲节前夕来到大甲镇南宫停车场，免费为婆婆妈妈们服务，让他们可以漂漂亮亮迎接属于他们的节日。碗面也是一个传统的美容技艺，都应该给它保存。所以一来是表示我们学生服务社会的努力，二来也给天下的母亲啊快乐，也欢迎我们所有的母亲们、所有妈妈们，不管是男士也没关系，女士更优先，一起来让我们学生服务共襄盛举，也在这边祝母亲节快乐。校方也表示，透过免费的碗脸活动，希望让学生从中学习回馈付出，感谢母亲的辛劳。而学生们的贴心服务也赢得现场妈妈的一致好评。记者王胜炫台中采访报道。